性别差异变小，也宣告女力时代来临，女人越来越敢推翻刻板印象，同时挑战自我极限。过去运动蔚为风潮，目标可能是为了瘦身，如今强调的是一种生活态度，借由阻力与汗水展现胆识、自信、坚定与痛快。运动的女人不但性感，同时充满力量，运动挑战极限，汗水释放真我。这几年女性运动的风气越来越盛行，不光是有氧运动，能增加肌力的重训也成为流行，除了能够让体态更好看，许多人更是靠着持续不断的毅力，让身体律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每次克服阻力的同时，也是赢过昨天的自己。新世代女力魅力代表者，她们在力与美的平衡下，成就了自我与事业，也找到了最简单的快乐方式。最重要的是，在分享运动心得的过程，也唤醒了女人聆听身体的渴望。